间人情是非，谁对谁错，老天不看不听，捂住耳朵，看他筑起高楼，看他潮起潮落，微笑转身冷界，谁是朋友？纷纷扰扰几时休，该你的不必求，怎么不见水往高处爬，人却往下流，恩恩怨怨眼前过，该走的不必留，人生若得知己长相守，无愧无悔何求。纷纷扰扰几时休，该你的不必求，怎么不见水往高处爬，人却往下流，恩恩怨怨眼前过，该走的不必留，人生若得知己长相守，爸妈，你们该不会又有什么大事要吓我们？你妈妈决定要去做一个培训啊。妈，恭喜你，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先听恁爸爸讲啦，我等一下才开始。过去哦，我拢不是一个真好的翁婿，我嘛不是一个真好的爸爸。可是爸后来改变很多啊。对啊，爸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人。妈啊，这主要吼拢是因为主席的关系啦。伫主席这个所在啊，有啥物唔捌的吼，还是需要红教育的啊，咱就伫遐学得足济。我感觉主席这个所在确实是会用改变一个人。主席哦，不是用讲的，第一时间去做。看恁爸爸的改变，恁就知影。以前恁爸爸干嘛要洗碗、扫涂骹？互相老开求进步啦。以前的你哦，甲囡仔讲话讲也尔轻松，即摆气氛计偌好诶。啊，爸爸都主头无管啦，相对无好安尼哦。对恁的教育的方法真无好啦。爸爸嘛是你主席才安尼放假吼，所以我希望恁用去看卖，甲主席接触看卖啊。万一以后你若讲人生有碰到什么困难啦，你嘛袂敢讲懵懵飘飘，唔知要安怎处理安尼。啊，这拢无勉强的哈。啊，爸爸尊重恁两个的决定哈。这个目睭受伤的意外，我妈妈感受真深啦，所以我决定要把握当下参加培训。当然啦，你若愿意哦，就做回来做妈妈的同学啊。好哎，可以跟妈妈当同学，一定很出名。我要参加。哎，我比你年长，我应该先参加吧。对，你们两个都不要争，我年纪最大，应该我先参加才对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朱妹，我在想哦，爸今天晚上说的话。爸希望你们三兄弟都尽瓷器的事。嗯。他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命令我们去哦，但我知道他希望我们三个都去参加培训。那你想去吗？
我想啊。为什么？爸妈现在都进慈济了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家人嘛。我想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。既然你都决定了，那就去啊。可是现在家里这么忙，而且再过几个月你也要生了，我不知道我这样两边跑撑不撑得过。你想去就去，不用担心，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后盾。谢谢你。就听熊林讲遐话嘛，哦，真正感觉真好。哎，师姐，黑冰孙呀，哎，黑冰孙呀，师姐，师姐啊，恭喜你受证了哦。这次咯，拢要感谢黑冰孙遐的提拔啦。哎呀，无啦，我也无跟你斗上个什么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对啊，博俊哦来这培训，表现得足好的呢。大家哦拢足学了这个少年人啊，足打拼，很精进哦。哎呦，啊，孙呀。啊，这少年咱也唔捌啦吼，咱麻烦你安尼较提点一下哈，安尼伊也再进步啦。博俊哦，真发心，你唔要烦恼啦。哦，安尼都。真好。啊，麻烦你等一下，哎，孙兄，麻烦你稍等嘞。哇，建廷以前哦，讲话拢用命令的口气，哎，即摆哦，会讲麻烦这两字安尼，改变真正足大。真拢爱感谢溪平师兄斗相共。无啦，我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？一切哦，拢是靠建廷家己，把上人的法听入去，愿意做改变。上人讲过，菩萨的灵格哦，是爱咱家己来完成的。建廷哦，找到菩萨道，行伫咧正确的路，这是伊的因缘。嘛是师兄师姐，你靠你的智慧哦，来成就伊的因缘啊。无啦，啊，我自以前哦，就咧想，到底啥物话哦，阮建廷才听入去。好佳哉，拄着上人，感恩上人改变建廷。咱拢足幸运的，会当听到上人的法，嗯，和上人的法来改变咱的个性，也够习惯，去恶缘，增上缘，嗯，和咱的未来更加好。对。林冠希，你阿公来了。啊，哎，冠希啦，阿公，乖乖乖，来来来，跟老师说再见，来来来，好，拜拜拜拜哈，跟同学们说再见，好，再见再见。那你今日乖不啊？乖。哦，啊，我听老师的话不？有，阿公，我同学都有最新的电动玩具，我也要。哇，是什么款的电动玩具？我不会讲，去看就知道了啦。啊，去看一下。哦，老大，你去看。哦，没有。妈妈。哎。啊。哎，小心。手上那个是什么？阿公买给我的。好了，你先继续吃饭。阿公，拜拜。哎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啊。哈哈，真乖。最近的，爸，哎，冠勋的玩具已经很多了，你不要再浪费钱买给他了啦。无啦，同学的玩具蛮爱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哦，你说啊。我想说，我最近比较有空，可以自己去带冠勋上下学，就不用麻烦你了啦。哎，真正安尼讲哦？是啊，就真正安尼讲啊。人家咧讲什么意思，我都不知咧。什么意思？你搁唔知影？哈，一定啊，是你受过天神冠勋啊啦。还有，足歹教的，后背替伊扛规矩，唔知要让你哦，再囡仔害。喂，唔是啊，啊，伯俊细汉的时阵，你讲我对伊伤过严格，啊，我今麦你这受冠勋啊，你嘛话讲，你真正是。我知影你疼阿孙，也唔够疼阿孙哦，得有一个限度啦。那囡仔爱啥，你着买啥给伊，安尼会造成不好的习惯。啊，我这里贵的玩具给伊，安尼敢有这严重啊？你即马对伊有求必应，啊，伊
你若做唔到啥物代志哦，伯俊祖妹干嘛？伊就会替阿公来做挡箭牌啊。冠勋，佮遐细汉迄时犯什么错啊？我严重啦，放轻松啦。哎，你哦，就是安尼拢无完整啊。听囡仔，听到有一天哦，囡仔爬到你头壳顶，你就知。嗯，啊，你廖俊讲我分袂清楚这个疼惜啊，甲痛惜啊。我的冠勋哦，这个叫做疼惜啦，唔是痛惜啦。 你哪知影分寸就好啊啦！我当然嘛知。我这姊妹哦，你那是想想这啦。我安尼哦，才冠勋，那你上下课，啊，这一点仔时间，阮祖孙咱两个用做伙相算一下，安尼伊嘛有意见哦。这无良心。哎，因翁阿婆有教囡仔的方式啦，咱做阿公阿嬷哦，上好是莫出手。你若受损，你着叫因休假的时阵带囡仔转来唔着好啊？哎，真是讲袂过来。 妈，妈，回来了。啊，对啊，回来啊。哦，对对。妈，爸怎么了？啊，你两个哥哥拢搬出去啊啦，恁爸受不了啊。所以阿弟啊，你紧结婚哦，生一个孙啊，互恁爸爸抱啦，伊才袂心情无稳定。我还年轻，先拼事业要紧。爸，小弟来一个啦，还是要啉奶茶啦？婚姻甲事业哦，拢会顾好啦。 你敢知影？恁爸爸我哦，伫做兵进前都结婚了呢。嗯，啊，这敢公平的代志？没有。我意思提出来讲。啊？哦，哎，无啦，爸爸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婚姻甲工作哦，你拢爱顾好哈，啊，工作用心是真好的代志，不过用心大事唔爱用心，对不？感情哦，就要靠缘分啦，袂当勉强。妈说的对。 哎呦，恁母仔今仔真嘛刚一条心咧对我哦，啊，迄时我今嘛有咧想哦，照我以前的个性，我已经够安怎啊？啊？不要管，不要管。哦，我来休困。啊，对了，妈，明天我要到高雄出差。啊，我明仔哦，啊，恁建筑师事务所那两工啥工就出差啦。明天是要去看一个新的建案，我搭高铁啊，很快。啊，偌久啦？两天。 阿公，嘿，那个陈美丽又在闹，又在闹你啊！啊，那他就是喜欢你吗？对不对？哦，好朋友吗？你先吃包啊，阿乖乖写功课哦，阿妈先来煮汤，好、哦，好，乖乖啊！你哦，真正是，无讲一声就走去学校接冠勋，准备即摆一定就着急的啦。 心内老师一定要讲的啊，对吧？小可代志啊。我看我还是开一通电话给祖美。在你啊。师兄爸爸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下课我去接冠勋，那你怎么又自己跑去也没跟我说？啊，都没记得了。对啦，老好多啊啦。 冠勋，你自己吃包子哦，乖。啊，我来去高铁站接锦泽了哦，啊，恁爸爸开讲啊。贵在谢礼。哎呀，妈，你要帮我说说吧。有啦，哎，今嘛老啊啦，一天无看到孙哦，伊会想嘛。我也不是不让爸亲近冠勋，我是怕他对冠勋有求必应，这样子不好。 这我有甲讲过啊啦，啊一定爱有完整啊，袂当讲哦囡仔爱啥，伊就买啥物给伊，伊讲伊知影啦，好啦，莫介伊生气。啊，工课有顺利啦哦。嗯，还有一张图要修改，下礼拜还要跑一趟。哦，安尼哦。 等来啊！啊，是安怎啦？遐久。啊，怎么连拍镜都没了？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拍个够没有？是，紧张啊！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就有人超车啊，还不爽。啊，然后嘞？下车呛声，还差点打起来。哦，我出差就已经够累了，还遇到这种事情，有够衰的。干人拍起来，林建成啊！修身养性，修身养性，你是想到倒位去啊？
林建成啊，你今麦是慈济师兄呢，你哪会当做这款代志啊？啊，等下啊，你今麦无头无尾，你讲啥？我也唔知影呢。开车超速，搁差一点仔，甲人拍起来，你莫袂记得。等，你讲我开车超速，是对啊，唔对啊？啊，唔是你，敢讲是真做？你哦，我知知的啦。自少年就介意甲人呛声啦，啊，若无就是冤家。食到七六岁，搁唔知要改。讲啥物哦？连母的人啊，袂当凊彩动手，讲拢讲袂听呢。对方有受伤无啦？黄秀华律师，你是讲啥话啊？啊，你即马想起来，你是慈济师兄啊？哟，我讲哦，你也知影哦。我才是受害者呢，是人来找我麻烦，不是我去找人麻烦的呢。要唔过静泽，啊，静泽讲啦，静泽讲我开车超速，讲我怕人哦。伊是无讲啥嘛？啊对啊，啊这代志啊，你也唔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你就安尼开嘴甲阿妈，你敢丢？妈妈，哦，不是这样啦，我是说别人，不是爸，乱听哎。别人，我哪会知啦？这件代志我解释给你听，哈。你是还开车无？头前无车，你开还慢。甲你饲了慢，你搁咧无欢喜？哈，落来落来落来，唔敢落车死啦！落车，落来。哎，落车，啊，甲你饲了慢，你搁无欢喜哦？啊，哎，啊落车大条咧，你是饲什么人吧？落车，落车。啊！喂，老车，老车，老车！歹势，歹势，是我开上慢啦吼，歹势，歹势。你也较注意诶，歹势啦。这代志就是安尼啦，妈。爸进了慈济之后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。我来煮红豆汤给你吃。好嘞。爸，好了，不要生气。你呀，我哪会生气？我有在收的人。哎，卡大碗一点。好啦。快把牛奶喝一喝哦，赶快去睡觉了，明天要上课哎。这岁末祝福啊，要介绍师兄师姐的故事。哎呀，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想到适合的人选呢？哎，你腰痛还没好，不要在电脑桌前面坐那么久。你放心，这每隔半个小时啊，我都要起来走一走，这拉拉筋啊，伸展伸展一下。你刚才改学校的作业改了好几个小时了吧？快起来动一动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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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老婆，不然这样了，你先去休息。我把这资料啊，赶快整理一下，用好了之后就睡。哎，对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我怎么会忘记他呢？什么？卖怕了，卖怕了啊！太衰了，你这个小的，卖怕了啊！啊，别人知道你不错。阿五电亭，跟我身边故事会当起的。伯母，我们今天就是先采访，先聊一聊，聊完再说。是啊，就是单纯聊聊天，放轻松，互相了解一下，你看。伯母，那你可以说说看建成师兄，他小时候是皮还是乖啊？建廷哦，伊当年嘛是皮，伊细汉哦，就跟他亲像囡仔王同款，啊，阮厝边哦。遐隔壁遐个囡仔，大家拢嘛听伊的，就敢亲像伊坐喺门口安尼食饭，啊饭若是食完哦，啊就叫遐个囡仔讲，哎，你哦，
来带我去内底带一碗出来。哎呀，囡仔吼，无一个人敢讲话，啊，我乖乖地去给伊带呢。那你都没有管他、啊？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拢是因爸爸第一管他的啦。哎，第一出来哦，还是真乖啦。啊，拿出去哦，我都唔知呀啦。也唔过吼，已经听因爸爸的话，嘛真尊重。啊，若对我，就较细奶啦。咱平常心讲，啊，鉴定这个囡仔，伊实在真友好啦。对啦，伊真正哦是足友好诶，爸母哦永远拢是第一的啦，这点嘛是唔通嫌的啦。那可以再讲讲建成师兄，再多讲一点优点。啊，怪优点哦，是无啦。啊，那要讲缺点，就是讲一讲一面嘛，讲不完。那就先讲缺点好了。啊，你讲缺点哦。你赶紧讲。哦。哎，是安尼啦，啊，就我那个年代哦，真正拢会去练武术嘛。啊，人是为着要练身体啦。啊，我是较唔正样啦。啊，练武功啊，都拢去跟人玩街小吧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只要后来有变好就很好啊。嗯，变好，变好其实嘛无咧，啊都结婚了啦，啊都拢甲人做生意吼，去应酬，啊去饮酒安尼，啊饮酒顿啊饮酒醉，啊都拍波拍镜啦，歹势。啊，过去啊，建廷啊，啊这个介绍代志，你也好意思讲哦。啊，无啊，这就熟悉啦，是就是啊，唔是就唔是啊，对吧？啊，老婆是娶回来疼的，你舍得哦？好啦，阿都，伊应酬啊，饮酒回来了，唔知人啊，啊，伊家讲一下话，啊，我都出手甲伊拍咧，歹势。袂啦袂啦，伊跟我花小费呢。哈哈哈！无啦，拢生笑诶。迄当阵哦，伊常常半暝无转来厝啦，啊，我会烦恼伊的安全吧。啊，都有一天我就甲讲，规去大伯莫做啊啦，足忝的。我甘愿对安尼哦，食糜配菜煲就好啊。哦，结果伊偌歹呢，去灶脚摕菜刀呢，讲哦，规去拢莫做，拢莫做啊。哦，好佳哉，我动落来，啊那无。歹势啦，啊，这代志讲起嘛已经见笑啦。啊！你有惊到无啊？还是你考虑要去拍别人啊？你要放弃啊？哈哈哈！我真搞笑。哈哈哈！来吃水果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嗯，你会不会觉得建成师兄的故事有点？不会啊。我觉得建成师兄故事很具有启发性的，我是担心会造成负面的效果。我的想法跟你恰恰是相反的。我在学校教书教了这么多年，我发现啊，纠正一个坏学生，远比啊奖励一个模范生那个影响力大了许多。而且你看，建成师兄的故事，不刚好就这样道理吗？你看。一个人的习气这么的不好，但是经历了生死交关的之后，捡回一条命，哎，他还能够痛改前非，改掉他过去一些不好的习气，并且啊，把握分秒精进，化急躁为承担的力量，嗯，这不就是一个很具有教育意义的题材吗？嗯，我很佩服俗霞师姐对建成师兄不离不弃，陪他走过很多难关。他在家里扮演着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这个角色，他和孩子拼经济，把老公捐给慈济，这真的很少人可以做到哎。没错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拍这个故事的原因之一。淑霞师姐啊，她愿意奉献自己，她的善解跟包容，不就是我们慈济精神所想要表达跟强调的吗？嗯，但问题是。建成师兄不给拍啊！
哎，秋风书记昨天惊到啦，伊唔敢阁去外国事啊。敢会？你当然嘛会啊，哎，拜托一下哦。啊，这正经的师兄遐尔侪，想要翕我这种的啊？你无感觉奇怪？那有啥物好奇怪啊？这就表示讲你的故事哦，有可取的地方。嗯，这么可取的地方，我看这是哦，加花漏开了，加见笑了，大家拢看会到咧。哼，啥物漏开，歹看啦？啊，迄厝子的代志呢，唔通黑白讲生笑。哎呦，阿豆，我甲你心内一关，我就真歹过啊，对不？啊，我竟然做这种见笑代咧，甲你要提出歹势，我阁让知，哎。你已经改啊。即卖有一挂人啊，甲你过去同款，袂晓想。我敢讲，你无想要甲伊斗三工。啊，就算甲你无同款啦，啊，看到你的故事了后，哎，因就会感觉有警惕的作用啊，提起因哦，唔通犯同款的错误。除非哦，你爱面子啦，无想要让人知影你过去遐无好的代志，安尼我就袂免叫你。唔管啦，我爱面子。我林根牛，啊，秋风书姐哦，啊，你是要找我做念哦？啊，要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林建成。师兄，拍谁了？太紧张了，放轻松，好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来来来，放轻松。嘿嘿嘿，也有也有。好了，三二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建成。师兄，你今天就会紧张啊，好不好？过几个，好不好？拜谢拜谢，我都就跟平常聊天一样就好了。我知啦，还都唔捌看我镜头，所以紧张咧啊！拜谢拜谢，好来过几个，过几个，来，好，好来，好好来，别人你，来，好，三二，来，大。哎，你刚才翕了，我好今日想买，哈，今天先不要了。哎呦，师兄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当跟平常一样嘛。哦，无啦，阿都紧张，我看到镜头我都紧张点。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有练武术的习惯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啊有啊。那表现一下，我们不录，我们不录，哈，示范一下给我看好不好？哦，你买到啊，被我示范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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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阿姐，好好好。哎，我看见了，来哈。开始哦，好来。师姐啊，今仔日迄准备完哪有够好吃？哎呦，那是翠蓉师姐做的啦。翠蓉师姐，哎，对对，嗯，嘿。师姐啊，哎，你好啊，你好，我是黄淑霞啊。今仔日的煮米丸哦，是你做的哦，超好吃的呢。啊，迄内底料哦，参像迄豆干啦、菜头啦，啊，食起来哦，脆脆又搁香。啊，主要是加一味啦。多一味啊？胡椒。你内行哦。无啦，阿阮孙哦，就爱食。平常时拢有在做啦，也毋过无你做的好食。啊，我灶脚还有几粒啊，我包起来吼，互你早顿，互恁孙食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歹势啦。啊，不如啦，你教我，啊，我回去我家己做。好啊。后礼拜吼有一个亲子研习营，我还搁在做煮米丸啊。亲子研习营哦，好啊，安尼哦，我一定会去。哎，欸，师姐。买相机组咧欠人，你敢袂当来斗三工？好。阿豆我，哦，谁来？我还要洗雪白菇哦。已经洗好了。师姐，你无简单呢。其实做香机无什么撇步啦，就是要做中学，
学中学。嗯，对哦，我是真佩服你的能力甲承担啦，是不是一般的人做会到的呢？其实吼，我的身体嘛无好。啊，何局长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吼，咱人爱承担。啊，上林老公，每一个人拢有无限的可能，所以我就出来做啊。真好啊！哎呀，两个火车叔叔，恁两个实在是真有默契呢，动作有够紧啦！感恩感恩啦，感恩感恩。春荣师姐，你的手诶哦，真正足好诶，搁有经验嘛。啊，每一项菜哦，经过你的手诶，拢是色香味俱全啦。那是因为你甲我斗三工啊！哇，你骹手紧，啊人搁巧。以后我若有这种大型的活动吼，我一定要邀请你来跟我做阵做商机。一定一定，无问题啦。这边就是我们小时候常来打球的地方。哦。那时候随便一打都可以打得很远。我们最怀念的是跟爸爸一起打棒球的时候。爸爸组棒球队是在我们国中的时候，同学也都会一起来打球，然后那时候两个弟弟都很小，那时候我们也会跟着一起来打啊，而且妈妈还会送便当来给我们吃。嗯，我们觉得那个时候爸爸是很疼爱我们的。伯俊啊，可以说一下你爸爸加入慈济之后这个前后的差异好吧？我哥走了以后，那时候我就算家中的长子，爸爸对我的期望也很高，常常被打，就做对也打，做错也打。但是后来进入慈济以后，感觉整个人都变了，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先跟我们商量，体贴我们。然后我们做孩子都觉得，如果可以跟爸爸一起进入慈济，做对的事是很好的。平时我跟爸爸比较有话聊，可能是因为我跟爸爸有共同的兴趣吧，我们最近开始一起骑上脚踏车。瑞俊啊，刚刚听到你跟你爸爸有共同的兴趣，那万一你爸爸生气的时候，你们该怎么面对啊？以我老爸那个个性，在他生气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跟他硬碰，不然吃亏的就是我们而已。那锦哲，你呢？我啊，我是老幺，从小就有哥哥照顾，而且受他们影响，我变得很会做家事，煮饭、煮菜、洗衣服、打扫、拖地，难不倒我。哇，那以后谁嫁给你，你就很幸福哦。没有啦，其实两个哥哥都很会做家事，只是我年纪最小，常常被他们叫去做东做西的，搞到现在，我比他们更会做。我们是为了以后你跟你老婆的幸福着想，好不好？叫你做点事情，啰嗦什么啊你小子？应该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了，应该的。我们也做多少啊？对啊，哎，先来后到，道理要懂啊。我感觉紫米较好食嘞。它颜色看起来嘛较好看，你感觉？这外口有较甜，啊内底搁包咸的。哎，那无安尼啦，我把这内底料啊改做红豆啊的。好啊，好好好，就安尼决定。春荣师姐，你过来研究食谱呀？是啊。哦，啊是有什么活动啊？好，各位哈，有一个哈海外研习营，很盛大嘞，连续哈要6天，所以呢，相机组需要20-30个人。哦，这个活动我知啦，我嘛要过哦，不住会场嘞。你老婆借我几天，我要邀请她来跟我一起做相机。不是啊，这个活动哦，那个规模很大呢啊。啊，你看我多啦，水某。我哪会不多啦？哦，不是跟林师姐吼，哇，刚刚配好过了盖，啊，她可以举一反三，很聪明，我们两个很有默契，我很爱她。啊？不是啊，
这种事情。啊，你在我的面前这样讲，你不怕我出醋哦？我才不管你什么吃不吃醋呢。而且活动哦，迄规模遐尼大，你真正有法度。师姐就跟我举一反三呐，你啥物拢会用诶，做相机哦，你比你较厉害。片的名称想不出来了，不想了，我先去睡觉了，这样头脑会比较清楚啊。哎，老婆，你别总帮我再想一下嘛，不然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回忆录嘛，我们就叫陈哥忏悔录，好吧？陈哥忏悔录，哎，好哎，很贴切啊。好，就这么决定，我来把它打下来记录下来啊。纷纷扰扰几时休，该你的不必求，怎么不见水往高处爬，人却往下流。眼见过，该走的不必留。人生若得知己常相守，无愧无悔，夫复何求？我国中毕业后啦，就去学武术，别人是为了修身养性，我自己是比较那个一点啦，我都去玩街球拍了。建成师兄，说一下你的过去。讲起过去这个事情，其实有很多都是要忏悔的啦，讲起来也是很丢脸，我自己都不大敢讲。那个时候都做很多那种不对的事情，可是都把不对当作对。来，师兄，我们走一段来。好，再往前。好，就这边。好，师兄，帮我看一下前方。看一下远方哈。得。建成师兄，可以请你聊一聊你的大肠癌吗？我的大肠癌哈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在发现有大肠癌了以后，我就开始都吃素。我妈妈是怕我营养不良了，但是我给她硬功哈。这个天上灰的啦，头卡白啦，水里游的，我哪一样没吃过？那但是我们上人他很大慈大悲，他有跟我们说过，说凡是众生皆有佛性的，我们不应该吃他们。师兄，我们在访问师姐的时候，她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。她说她把你捐给慈济，她在家拼经济。其实讲到我家那个师姐讲到我家的师姐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她。人的一生这样子，只要一倒下去，双眼一闭，两腿一蹬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经过程啊。上人有说过啊。我们人对人世间的一切这个所有的人事物都不要这样子贪心执着，我们就是顺其自然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够用就好。OK， OK 师兄，今天就到这边了干杯了，感谢，谢谢。国中毕业后，我就去学武术。别人是为了修身养性的。吃番茄我自己是比较那个一点的，我都去跟人家玩。你爸是冠军哎。讲到我家的，刚看冠军去公园玩。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。吃顿有你，快看。
伊迄脾气哦，以前真正是正经有够歹的歹。啊，有一天啦，伊回来厝啊，甲我讲，有一个人哦，会惨嫁啊。啊，我讲为虾米？伊就讲哦，头前迄个人开车啦，敢那久咧锁啦，足慢的啦。啊，就落车哦，开人的车门啦，啊，甲人拖落来拍啦。哦，迄个人一定感觉莫名其妙的，因为哦，迄个人在吃胖。爸怎么那么凶啊？对啊。小心呢，小心呢，啊！哎。哎。啊，卡细你啊！哎哎，卡细你啊！电视内底有你呢。哇，不是啊，你刚刚未看煞？我们又再看一次，爸要不要看？不啦不啦，重播，不，别看别看。哎，囡仔吼，跋倒啊，口气啦，塞入去啊，啊，出来玩玩者，好不好？哦。我来了，我来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无恁出来玩哈。走，我们就行好。恁去恁去。哎，别激动别激动，哎来，你去看，去看去看。是啊，我来保养。好，你保养。嗯，啊，你两个乖起来啦，我感觉袂歹呢。啊？啊，有迄唔捌代志，还佫有冲动的时阵，啊，嘛有忏悔改过的时阵，这就是人生啊。啊，有迄少年人看，嘛有警示的作用，啊，你是安怎唔敢看？妈，你今日先坐面头前安尼哦，歹势啦吼，歹势歹势。你也会歹势哦？袂歹势啊，我面皮就薄，当然嘛会歹势。啊，你只要吼，甲你即个爸爸，也佮阿公的角色照好就好啊，那就歹势啦。嗯。不然，妈，我们人呢？还要倒下。嗯，要去咋个咯？哎呀，你是哦，做相机有淡薄忝嘛啦。哦。哎。我今日我有甲迄影片我看一摆啊，袂出这个人生啊。看你行一摆呢，啊，看来我是讲也真后悔啊！以前安尼害你这么伤心啊，让你流遐尼侪目屎。知影悔改就好啊啦，啊若无真正唔知这个家变成安怎。这样，我来感谢你啦，啊，我。对我包容这么大啊，拢无要离开我，就是。辛苦有代价啊啦，啊，即卖哦，咱把咱的故事讲出去，会当做真侪人的借鉴，功德一件。有影，阿哥，我有一个大问题。安那？我哦，啊，感觉真歹势。哎呦，迄故事拍出来哦，你家己看上好啦。安尼提起家己哦，性格也是爱改啦。啊，你认为我即摆性格改了无够侪，无够好啊？哎，还是有改啦，不过八十分，进步空间阁真侪啦。八十分。都叫咩声？咩声？嗯，环美啦，泡菜啦，红菜头啦，白菜头，啊，香菇啦。哦。啊，干妈饼有买无？干妈饼，啊，有啦，有买啦。一届吼，好佳再有你斗三工啦，发生足侪事的呢。我只是意外能力甲你斗三工。刷落去吼，爱连刷无用四工。你家己身体得爱顾好，回去爱睏落吧，安尼唔才有体力。
你嘛是。让咱哥来来倒陪，倒陪用钱也较胖呢。啊，行行行行行。煞袂记哩啦，明仔载哦是阿公的节日，就要拜拜，袂当做香枝呢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哎，安尼翠龙师姐啊，哎，甲敲电话请假一下啦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即马来敲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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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翠龙师姐，嘿，你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歹势呢，我明仔载我要请假一天啊。唔是啦，明仔载阮阿公的节日，啊，着爱穿物件啦，爱拜拜，行袂开脚。歹势呢，辛苦。喂，喂，喂，谁呐？翠龙师姐，敢那在无闲啊？哦，可能你无用，可能。人生的意义。